我是谢晶晶，哇，又搁回来到咱安西府咯，搁看到晶晶有足欢喜的无？有哦，有啦，破声甲尖叫声来一下，好不好？哇，今年呢，晶晶的拢来到咱安西府，包括咱现即个观众朋友吼，一年比一年搁较侪。搁较热情呢，哦，感觉已经是要开跨年演唱会等级了。啊，今天呢非常开心，又来到这边唱歌给大家听。拄只吼秀慧姐有讲吼，我算是安西府的查某囝啦。啊，我阿姆坐伫头前，阿姆你好。晶晶呢，真的也非常感谢吼，这个我们的主委马喜万阿伯、亲条阿伯，阿哥阿姆、阿哥所有的灰熊照顾晶晶的这个好朋友吼，对晶晶的疼痛吼，晶晶会当吼，安尼继续来唱歌给大家听，阿嘛会当继续伫这演艺界咧继续拍拼落去。但是呢，需要大家支持甲鼓励，对无？那晶晶呢？前一阵子在比赛这个武力全开嘛，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给晶晶支持跟鼓励。接下来呢，准备要筹备新专辑了，希望赶快呢能够有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，好不好？那接下来带来这首歌曲呢，是一位才子帮我创作的，也就是我的哥哥谢顺甫创作的，要。这个他给他这个波及的，这样子他会对我比较好。带来这一首很轻快的歌曲《金木阿婆》送给大家。那今天呢，晶晶有带海报送给大家，那请我们的国仪发给大家，谢谢。金木阿婆送给大家。等一下尖叫声要大声一点，好不好？谢谢。
手都熬，马戏一下，马戏哦，大家都会唱。一路小欠钱，哦，小欠钱，哎，欠你的钱啦，哦，欠你的钱，还有他有写一首爸爸的歌叫《扛 K 奈》，哦，扛 K 奈，扛 K 奈，对对对，好唱的歌曲嘛。我上会记哦，谢顺甫写一条和谢金燕唱的歌叫做《甲伤心同居》啊，是是是。为什么我印象会这深？你敢知？为什么？当时我咧做迄落咧广播电台啊，哦，做迄落爱歌曲咧，对，啊，有请我来做口音啦吼，做口音，啊，就口音啦，喂喂，你好你好嘿，伊讲我们点。点歌，点歌，有一个意哦，讲伊要点歌，要点歌，要点歌，啊！你要点什么歌？我们要阿欧尼欧尼呀！啊！我讲是什么欧尼欧尼？是什么欧尼欧尼？被救火车哦！九幺幺的快快！哦，被救救火车的欧尼呀欧尼呀！欧尼哦，不是啦不是，哦，拍死拍死，你卖激动，你慢慢讲。阿欧尼欧尼，阿你哦，哎，那人家在当调。我咧想讲，阿是什么咧欧尼欧尼？卖上去吼，啊！我叫阮小姐甲你找一下，啊！借问下这位先生，你伫倒位咧上班吼？用南巴弄到乌青啊！南巴？我想什么？是什么物件弄到乌青啦？哎，什么弄到？啊！你讲我怎么用南巴弄到乌青啊？什么呀？台湾去有说啥？我们有在直播哎，可以播吗？原来伊是咧南阿塑胶公司啦。哦，南阿塑胶公司，不是迄个弄到乌青啊？讲到乌青啊！讲伊是想要点什么歌，你敢知？就点谢金燕的《甲伤心同居》啦。哦，哎呀，那雄心同居。哦，安尼哦，听有哪厉害啦？我即马才知雄心就是谢顺甫啦。是是。我刚刚查一下，要问伊遐点笑来全多啊，变鬼啊！你敢知我哥哥吼，真特别嘞，伊以前吼，他为什么会写出这么多好歌？为什么？他之前他以前的谈恋爱的恋爱史比较丰富。哦。他爸爸赶快就。五一团。五一团，嘿啊，就是吼有拍卡侪七大啦，啊有当时啊会红棒散啦，啊，所以吼他是写歌特别有感觉，有感而发，但是啊这条歌，对啊，那你就无了解恁哥哥啊，哦安怎？那恁哥哥书底拢甲我讲，伊就是为着要写起来好歌，才必须爱结婚，搞爱做七大用棒散的，哦，我无了解查甫人对啦，用心良苦啦，上生伊嘛足无奈，伊嘛足无奈，伊嘛无想要安尼。你想要一个好的作品，我大家听下对吗？啊，既然那安尼吼，我就想要拜托吼，咱的谢顺甫先生，给我写一条歌。要写什么？因为吼，我只有一条歌名，但是我唔知歌词要怎写。哦。这条歌的歌名叫做《一支喇叭分几枚》啊。一支喇叭分几枚？啊，安尼就爱麻烦你。词歌吼，你当个底，你先家己填当个本。系啦。本完了，看什么感觉，你再写出来。啊，就谢顺甫先生啦，我无甲填这个歌的歌词。嗯。我应该对伊真感谢。啊，佫有一条啦。哦，佫什么歌？叫做《破麻飞上天》啦。破麻会飞上天。哦。这两条歌，我相信哦，谢顺甫先生啊，哎，写熟了后，由我来唱出来吼，会入围金曲奖，哎，红到乌青，红到银。这样，你安尼讲了，我阁想着你一条好唱的片来写。哦，什么歌？叫做《破麻喷喇叭》。喂，是两首的综合体就对了。阿你袂歹哦。没啦，金金最近哦嘛，加辛苦，都要小巨蛋哦，要演出结束。跳国标，跳国标啦。没啦，跳国标不简单。嗯。你都跳。鼓励秀慧姐去，哎，我记得去年的来安溪府的这时候，就是我早上去录影完，对，然后就马上从明视的摄影棚赶过来这边。哎，你也在高秀慧姐，你身材较好，你真爱跳国标，有国标的美感。基本步吗？基本步哦，从薄啊红皮汤姐，那就是恰恰大家最熟悉的恰恰。那我们要走一下这个恰恰，恰恰就是吼，一二恰恰。最快的诶，这个叫看搞贵咩咯？嗯，恰恰恰，小姐，你刚刚赶快轮啊，肢体智障诶吼！哎，我说真的，顺吉大哥也有去过诶，真的。一天跳什么？轮吧，轮吧，那你要不要轮一下？我跳一届吼，我来开刀啊，我来开刀，来开刀啊，所以以前伊刚才叫我去哦，我怕烧了无去。是。我有去过刀，袂当较激烈运动，我骨底就有伤啊啦，骨底就有伤。你的腰才骨有伤。啊对对对。所以袂当激烈的运动。那天有蹬有卡撑啊，是安怎？伊的基本步哦，安尼慢慢啊好处，我呀赞美掉。身为查甫人吼，安尼来夹掉，有当时淡淡的哀愁，淡淡的哀伤。所以也很鼓励秀慧姐。我跟你讲，我无懂，我真正你叫我冲啥，我懂你叫我跳舞，我真正无。我嘛未跳啊，你突破啊！头桥啦，真的，你看拄啊边边咧跳恰恰，我刚才就是咧咧倒菜咧。而且秀姐来讲，你若去跳舞吼，收视率一定会足高。但是有一样你爱记哩，千万唔好开嘴讲话。讲话是安怎？讲话就破功。喂，
我卖讲话嘛，最有气质的。你要卖讲话，卖讲话。只不过是我讲无三分钟，你跟爱讲话，我讲话我就是艰苦。你做艰苦，叫你卖讲话，做艰苦。对啊，我优点就是讲话较紧啦，啊，慢慢讲话加多字啊，所以我讲话拢足紧的。嗯。跟咱练 rap 啊。来，行行风俗啦。对啦，对啦，对啦，吼。啊，咱的这个晶晶，今麦咧电视哦，愈来愈成长啊。嗯。哎，看晶晶在电视哦，咱在这安西湖，咱在陕南新湖，你看到伊电视，就看到说咱家己的查某囝，愈来愈大汉啊，愈来愈有成长啊，愈来愈有发展，大家是不是可以到欢喜啊？对哦。大家是不是到过来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啊，咱晶晶今麦出新作品啊。对，正在筹备新专辑，年底之前一定会发。好啊，年底之前，啊，就希望咱在今仔即公仔，今仔就无多通捧场，好吗？代表朱大哥，特别感谢。是，你若只要有感谢今天买手片，朱爸爸一定去房中甲你通谢谢哈。只要你老婆谢晶晶买手片的，朱大哥一定去房中，互你一支名牌哈。是啊，哎，是啊，是啊，台湾的经济，哇，经济哦，这个大家大概马上都会去买。首先，该就爱麻烦你啊，经济奇迹哈。真的，真的，蛮酷的。是，后来有一次在那边。六张呢？为什么要买？过六号啊！过六号，对吼，爱买六张。我一张过一张，过六号啊！安尼好啦，搁拼一个，搁拼一个吼。我即摆过来听晶晶唱歌。带来呢，大家最喜欢我的一首歌曲《苏联列星》。